HMY20 便携式颗粒计数器采用国际液压标准委员会指定的光阻法技术原理，专门用于现场油液污染度等级快速检测装置，具有体积小、质量轻、检测速度快、精度高、重复性好等优点，可在高温高压等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，内置微水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。 在进行污染度检测的同时，可对水含量和油液温度一并检测，适用于变压器油、液压油、润滑油、合成油等油液，可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厂、航空航天、石油化工、钢铁冶金等领域。